你要吃啥随便点啊，今天我请客，真心诚意的感谢你啊。这个，那我就不客气了啊。点你的。哎，婷婷，哎，过来。华哥，你可好久没来了，这是你朋友啊。哦，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铁哥们，大名鼎鼎的吴嘉义先生。啥大名鼎鼎的？嘉义，这位是咱关东远近闻名的大美女啊，刘婷婷。你好，嘉义哥。你好，刘小姐。现在哪还有叫小姐的，叫我婷婷就行。啊，对，现在不兴叫小姐哈。你看这，不是我不明白，世界变化快啊。来点菜，点菜。来。来条鱼，就这个。这鱼都是昨天的，换个别的。啊？这要不你帮我们点点得了？这，你不怕我宰你啊？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啊？能被美女宰一刀，这也是咱哥俩的福分呐。对，那我就听天由命了。那行，那你们等会儿啊。嫂子，我们走了啊。这就走啊？你说这刚来几天呢，你说走就走。你犯糊涂了，你忘了我妈不让咱们去帮我弟弟盖房子吗？那咱走咱的，让兰心在家看家呗。要说你呀，这脑子一点也不好使。我弟弟不说要来住两天吗？忘了。哥，家里好多事儿等着我办呢，我得回去。就是啊，人兰心，你以为跟咱们一样啊？人家是窝鸡口的村副主任，家里外头一把手，那一天忙着呢。兰心呐，没事儿吧？过来看看你哥。我这两天吧，家里事儿特别多，你说也没工夫照顾你。哎，那你就慢走啊。嫂子，谢谢你照顾我哥。宝哥，跟舅妈再见。舅妈再见。真乖，一家人还客气啥呀？啊，那你们慢走啊。嫂子保重啊。哎，那我不送你了啊。要不你就回爸妈那儿住。去趟爸妈那儿来回得多少日子了？让婆家的人知道，还以为我故意跟他家里作对呢。小心点啊，甭管遇上啥事儿，别上火。有过不去的坎，就过来找哥。嗯，放心吧，哥。哥，我不要。把自己照顾好啊，还有这孩子。行，我走了，你回去吧。对面娱乐城的霍队长认识吧？那是我哥们儿。原来是霍哥朋友，不好意思，我这哥们儿喝多了。哎，没事儿，都是哥们儿，以后上娱乐城玩去啊。嗯，你先过去。以后别对这位小姐动手动脚的哦。啊，是。慢慢喝啊，没事，
下一个，谢谢你。哎，婷婷，咋不谢谢我呢？华哥，今天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我都记在心里呢。呀，大华的，差不多了，我上班去了。平时小心点。什么内容啊？这不能说，商业秘密。我是专业的投资顾问。我上个洗手间。你的意思是，是我错了？我不是那个意思。那哪个意思？可是您刚刚点的的确是奶油咖啡啊。我就不信今天还整不明白，到底是谁错了。把你们经理叫来。这位小姐，可能有点误会，算了吧。你谁呀？和你一样，顾客。和你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但你这样影响到大家了。没有关系，你就给我闭嘴。好，我可以闭嘴，但是也请你闭嘴。怎么了，陈伟？哎，你不是……哦，你是马董的女儿吧？我认识你吗？啊，对不起，马小姐。我是你爸爸的员工，这是我朋友程伟先生，你们是不是有误会啊？你自己问他。你的方案我全都看了，总体上来说是不错的。谢谢董事长。有些地方我觉得还可以更大胆一些。不用着急，我已经让小周把方案发到村委会的邮箱里了，听听他们的意见吧。好，那我跟村里说一声，让他们抓紧时间看。嗯，村里的意见你要尽快的告诉我，我特别想知道兰心的想法。哎，等等，会开车吗？会啊。喂，是我，办公室曹主任吧？啊，是这样，你给企划部的吴大伟啊配辆车，对，最好是越野的。嗯，行，好，就这么定了。去练车吧，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这段时间你恐怕要两头来回跑，会比较辛苦。给你配辆车也是为了工作方便。行了，去忙吧。谢谢董事长。宝哥，咱到家了，高兴吗？等等，大伟。哎，二嫂，我为公司做的新的投资方案已经发到村里的公务邮箱了。哎，你现在在哪儿呢？哦，我刚到村口。太好了。嗯，二嫂，那你抓紧看啊，
有啥问题及时和我沟通啊。好，我抓紧看啊。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在现实的世界里，你不会让我失望的。请放心，在国内商务调查生存靠的是坚定的职业操守。定金已经打入到你的账户。这次我需要这个人的情况。人和名字我都记住了。好，我们不再见面，还是像以前一样通过网络。宝哥，先去看看爷爷去啊。嗯，你还回来干啥呀？家珍，这也是我的家呀，我不回来去哪儿啊？你去哪儿我管不着，反正这个家你是不能再待了。我跟你二哥再商量商量。不用商量了，我二哥走了。走了？去哪儿了？你还不明白呀？我二哥走就是为了躲你，是你把他逼走的，是你把这个家害得四分五裂。妈妈，爷爷叫你来。啊，知道了。夏珍，有啥话咱回头再说吧，我先去看看咱爸。我二哥让我告诉你，他要跟你离婚。话我带到了，你自己看着办吧。什么？欣缇小姐已经到了？昨天到的。哎，小周，我是怎么跟你交代的？马董，我这几天天天跟他联系，几次跟他说你要亲自去机场接他，可是他连招呼都不打就来了。你看看，弄得我现在多被动啊。要不我先替您去拜访他。咱们现在就去，走吧。兰心啊，嘉义真没和你说离婚的事儿？没有，爸，真的没有。这就好，这就好啊。嗯，嘉义他去哪儿了？谁知道这小子去哪儿了？走了，把手机也关了。你姑啊，以为去找你了。别着急，他一个大老爷们儿不会出啥事儿。觉得你们家大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给咱们做的这个合作方案，我觉得水平太高了。有些地方我都看不懂。大成，你真是太糊涂了。怎么了？这大伟哪是给咱们村做的方案呢？这分明是给他们公司做。怎么给卖了呢？大为是大为，老板是老板，他是被那个姓马的奸商给利用了。不会，绝对不会，主任，你想太多了。姑，他回来了。谁回来了？还有谁啊？方兰心。不，你是说兰心回来了？姑，你到底管不管呀？哎，他怎么偏偏？
他是为这个事儿回来的。我觉得这事儿，咱还得好好琢磨琢磨，没准儿我小瞧他了。心里小姐，你远隔重洋，从美国飞回来，不管怎么说，都应该给我一个去机场见你的机会。你看，弄得我多被动啊。辛迪小姐，我们董事长可是一片诚心，天地可见啊。马董，我们还需要相互了解。是，不过对你各方面的情况我们是非常满意的。这是双方面的，对于贵公司，当然也包括您，我需要了解和接触的过程。我明白，这毕竟是双方面的事情。对了，为你准备的别墅已经安排好了，你看。在国内，我还是习惯住酒店。这次来不会待太长时间。辛迪小姐，你这次回国的费用，我全包了。这个面子，你一定要给我。那就恭敬不如从命。真是我爸员工啊！我刚来不久。站住！你是我爸员工，上回为什么不帮我，还要听那个家伙说话？你就不怕我到我爸那去告你一状，炒你鱿鱼？我还有工作要做。我问你话呢。这个方案你看了？刚看了一遍，还没来得及细想。你咋知道这东西发过来了呢？我刚到村口，大伯就给我打电话了。栾心，你可别拿大伟当枪使。我拿他当枪使？过，你这啥意思呀？你自己心里明白。我哪儿做错了？你不去找嘉义吗？我上哪儿找他呀？说不见就不见了，连个电话也打不通的。一大老爷们哪能这样？哎，姑，嘉义真说要跟我离婚呢？这事儿还是你自己去问嘉义吧，我没心思管你们的事儿。嘉义不会那么绝情的。嘉义咋绝情了？你们俩结婚到现在，什么事儿不是他依着你顺着你啊？前一阵子出那么大的事儿，嘉义埋怨过你吗？你替嘉义想一想，他也不容易。那他离家出走，总该跟我说一声。你要去找嘉义，大成可能有他的消息。你忙吧，我走了。对了，家珍这几天先住我那儿，省得他回来再和你闹。谢谢姑。哎呀，宁宁。哎，嘉义哥，今天自己来的啊？华哥呢？华哥他忙。哎，进来进来。你先。嘉义哥，哎，我就喜欢你自己来。啊。哎，你坐。哎，行。今天想吃点什么？吃。你看着办吧，你帮我对付点。好嘞，等着，马上就来。
还有这么大的魅力？来，何大师。哎，谢谢。那什么，佳怡来找我说进城的事儿，你怎么知道啊？这窝几口啥事儿能瞒得了我呀？何况你那点小心思。行，以后不管大事小事，我都如实向主任汇报。你想累死我呀？心里有数就行了呗。行，那我明白。那个，如果那个兰心找我，我怎么说呀？我也是给他个机会。如果他去找佳义呢，说明他和这事儿没多大关系。如果他不去，很可能就是他幕后操作。至于你怎么说呢？你自己掂量着办，别说的太明白了。行，我知道了。你正要去找我呢，你咋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我们家天星在家里窝着，门他都出不了。你可倒好，说走就走。你前脚走了，他吴老二人影都不见一个，还偷偷摸摸的回来。哎，我要不把你堵门口，你还不露面呢？你们吴家人还有没有良心呢？梁婶，你先别激动。这是我写的还款协议，上面写明了赔偿方式，你先看看。我不看，我就想问你钱啥时候拿来。这上面都写清楚了。他写清楚有用吗？他能当钱使吗？梁婶，我现在真的没办法一次性赔偿给你。你放心，我还是那句话，这份责任我一定担起来。你今天要不给我钱，说啥也。我现在真的拿不出来。他吴老二要跟你离婚呢，梁婶，你别听他们瞎胡说的。是你小姑子亲口对我说的。佳义不是那种没情义的人。你两口子的事儿啊，我不管，我也没那份闲心。你们离不离婚跟我没关系，赔偿的事儿我就找你一人。梁婶，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这钱你先拿着。我小玉也不是那不讲理的人，我今天就给你一张脸，别给脸不要脸。我小玉也不是吃素的。我就信你这一回吧。这孩子，主任呢？主任，大成，啥事儿啊？刚才这个兰心问我佳义的事儿。那你咋说的？我没正面回答呢，我说你去找大华他爹去吧。看来兰心这次回来就是碰巧了，跟这个方案没什么关系。我就说嘛，大为绝不会瞒着你干出什么花花肠子的事儿。但愿我是错看兰心了。也许就是那个姓马的奸商他的阴谋。大
叔，忙着呢。啊，对呀，兰心来了。大叔，大华子跟你联系了吗？没有。那他去哪儿了？你知道吗？这小子你还不知道吗？整天到处瞎跑，哪有个准儿啊？哎，不过他临走前可说了，去于什么城去做保安。保安？是娱乐城吗？对，是娱乐城。哟，嘉义。哟，华哥，你今儿咋有空来呢？哦，今天老板出差，给自己放个假，过来放松放松。哎，挺好挺好。哟，精神头不错呀。没有。啊，收拾这么利索，有情况啊？没情况。那啥，婷婷约我看场电影。他请你看电影？啊。婷婷抠的一分钱都能赚出个屁来，他要请你看电影？真的。我昨天去他们餐厅吃饭，还他把账给结了。他给你结账？谁说不是呢？你说咱一大老爷们儿，也不能让这小姑娘请，是不是？你再说了，我是通过你华哥认识他的，再怎么着我不能给你华哥丢份儿啊。所以我想好了，一会儿看电影我请。少来哦。别说我没警告过你，婷婷那小丫头可鬼着呢，别着了她的道啊！谁不能够？我谁呀？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让一小丫头片子给玩了吧？我跟她就看场电影。别忘了啊，你家的蓝心可不是好惹的。有我这华哥，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我这刚过几天初三日子，你就给我讲。大伟的那个方案呢，我又反复的看了几遍。我有个想法想跟你谈谈。你不去找嘉义了？过，我跟嘉义不会有事儿的。人家马董把方案发过来，就是想听听咱的意见。咱得尽快把意见反馈回去，拖的时间久了，人家会觉得咱们办事效率低，弄不好啊，还会失去这个重要的机会呢。就为这事儿，你就不管嘉义了？嘉义不会有事儿的，姑。那好，你再好好考虑考虑，明天到我办公室谈。那行，我再把方案仔细研究研究。马董，只通过面上的情况很难真正了解一个公司，你能不能提供给我一个正在做的项目？正在做的项目，我们有个项目刚刚启动，不过是一个小项目。项目不在大小，再小的项目也能透射出公司的品质，乃至于董事长本人的决策能力。精辟，非常精辟。我想先听听这个项目。啊，这是我跟一个乡村共同合作的一个项目。这么看来，还真是蓝心和马董事长他们联手在幕后操纵的。暴露了就不叫幕后了。哎，主任，多亏你了，火眼金睛换了我，完了。哎呀，这点小伎俩。哎呀。蓝心也是，你不管怎么说，主任，他是你一手培养的，咱们村的村干部接班人，你这么干，你大成，你好好干。主任，你放心，只要你一声命令，我刘大成，我行了行了，坐坐。大成，嘉义到底现在干什么呢？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对了，主任，那个马董事长那边怎么答复啊？不答复。不答复。大成，这村是咱们的村，地是咱们的地，他要到咱这儿来买东西，让不让他买，你说这谁说了算呢？当然是咱们说了算呢。就是啊，那咱还怕啥呀？明白了，主任。
英明啊，太英明了，主任。我知道，咱们就是拖着他，蹭着他，让他们干着急上火，这就叫猫腻辣沫，让他围着咱们转。笑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夏一哥啊，你是不是不爱看这部电影啊？整场都没怎么笑。没有啊。那你有心事啊？我能有啥心事儿啊？不过我看你倒是挺喜欢看电影的。哎，电影是成年人的童话，生活都这么辛苦了，偶尔在童话世界里活上一个多小时，不挺值的吗？哎呀，没看出来呀，你说话还挺有水平的。我都是听别人说的。你甭管是谁说的，你能记住就说明你有水平。哎，嘉义哥，别笑话我了，我一饭馆服务员能有啥水平？不对啊，你看咱俩认识不久吧，但是我觉得吧，你婷婷是挺有追求的女孩，跟其他女孩不一样。你说那些女孩成天就想着钱呢、啊、车呀、啊、房子啥的，那家一俗的。我也想俗啊，可是没办法呀。你看你们娱乐城里进进出出的那些人，一晚上的花销恨不得赶上我挣一年的。哎，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认命。不是，那有啥用啊？吃的再好，你第二天不得拉出去？你房子再大，一个晚上你也只能睡一张床，是不是？要我说呀，活着就得舒心痛快，想干啥就能干。请进，董事长，你让我陪心理小姐到我们村去考察，怎么样？绝不辜负董事长的信任。坐。嗯，第一，声势要大，村民知道的越多越详细，我们就越主动，蓝心进行改革的阻力就越小。第二，在心地面前，只提供信息，不发表意见。第三，我要特别强调，辛迪参加我们公司的这次考察，是公司的核心机密，不能对任何人提起。是。马董，那我怎么向我妈妈和兰心介绍辛迪小姐？就说她是我们从美国请来的项目顾问。大伟，我正拜读你的大作呢。啥？明天来村里考察项目？美国来的顾问？太好了！哎，这事儿你跟姑说了吗？不是我说你啊，大伟，你应该先告诉姑，别搞得跟阴谋诡计似的。哎，对了，那个嘉义在江城跟你联系了吗？哦。哦，没事儿，真没事儿。行，那明天等你们啊。哎，再见。程总，当然是我。啊，跟你请个假啊，明天那个活动我可能去不了了，公司临时有任务。大伟，你说节假日什么才能让你放弃户外活动？答案只有一个，和美女在一起。你要再这样，以后不带你玩了啊。好，拜拜。OK， 玩得开心，拜。同学，你好。你是程教授的儿子？啊，你怎么知道？我好像见过你。是吗？你是我爸的学生？我可不是，张院长是我的导师。啊，新月是你导师？那按这么说，你应该喊我叔叔了。程叔叔。别别别别，我可没那么老吧？啊，还是喊我老师吧。程老师，你在等人吗？是啊，就等你老师呢。说，他说我爸搞了个什么什么葡萄冰。
不是葡萄冰，是冰葡萄。啊，对，冰葡萄，被他说的是天花乱坠的，非得拉我来看。说这都过了20分钟了，还不来？再不来我走了。程老师，老师可能临时有什么事耽搁了，要不我带你进去看看？有那么好看吗？哎呀，进去你就知道了。走吧。美国来的还是个女的？管她哪过来的呢？那咱们怎么接待呀？不冷不热，不安排饭。那不好吧，主任？就这么定了，不要给什么马董事长错误信号。那我明白了。风景不错，前面更美。大雷，这是你的家乡？对啊，我从小就在这儿长大，一直到读大学才离开。那对于这个项目，会不会影响你的判断呢？可能会吧。这不奇怪，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避免项目利益之外的其他因素对我们的判断所带来的影响。跟女的还是美国人，激动了，没看过呀，你看长啥样？欢迎领总啊！来了。哎，坐，有啥好看的？坐。来了，主任。哎，你坐，有你什么事儿啊？这就是我们村。嗯，感觉如何？哎，不是说来美国人吗？这不是中国人吗？这管人啥人？你看人的气质，大墨镜一卡，这家伙真有派哈！漂亮，哎，我来介绍一下，秦总，这是我妈妈吴雪梅，村委会主任，这是我们公司从美国请来的项目投资特别顾问辛迪，辛总。你好，你好。那到里面坐吧。不必了，这次合作关系到双方利益。尤其是春明集团的投资利益，所以我希望能够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妈，顾问的意思是不希望受到干扰，就是不需要咱们村人的陪同。哦，不需要陪着。大为，咱们开始吧。好，那我们先去金鸡河。来这边。走了，随他们去吧，有啥了不起的？还摆臭架子，不伺候。哎，那都走吧，走。这吴雪梅紧了巴结人家，人家都不带勒她的。红燕，马董事长给咱村投了多少钱？你跟大伙说说呗。哎，说那顾问请的都是美国人，那钱少了能好使吗？不好使，你跟我们说说，来快。婶儿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谁信呢？大伙信吗？啊，谁信呢？婶儿，你看你真是的，我要知道的话，我能不跟大伙说吗？我真不知道。你家大成是副主任，那枕头边上，他不跟你说，你能让他上看啊？我发现婶儿，你可真是，你这么大岁数咋啥都说呢？告诉你实话吧，我真问大成了，但是他说这是村委会机密，保密，人不告诉我。保密呀？对呀。哦，那我知道了，那是吴雪梅不让说的。那要是都知道了，咱村投了多少钱，那以后他在咱村说话就不好使了呗？你们说是不是啊？对不对呀？啊？对。哎，兰心，你先别走。啥事儿啊，梁婶？都这时候了，你得站在咱们村民的立场上说话啊！这村委会必须得公布，这马董事长给咱村投了多少钱，这钱咋花，得咱们村民们说了算。对，就是这理，你必须说明白。你听大伙反映了吧？梁婶，
我同意你跟大伙儿的意见，这也是正当要求。心理小姐，这次的考察结果你还满意吗？大伟，这好像不是你该问的问题。啊，对不起，心理小姐。不过，你们家乡的风光和自然气候，让我联想到了加拿大的一些风光。Oh,